阿王医师，你又过来义诊了哈？是啊，跟你同款啦，你嘛是替这下地补义诊，只是你的刀仔较大支。哦，我着趁有闲的时阵帮整理啊。这阵哦是我家己种的哦，应该明年就会开花啊。我跟你当家己斗相共。免啦，这简单的，我家己来就好。请进来，请进来。 阿当手术较简单，啊，顾家也回回草草，得用较困难。但是也手术刀也较关系。哦，弟弟，哦，你看这是啥？是王医师呢。你无话，甲我讲，王医师讲，叔叔你好。弟弟，今天我无，我是顶届哦，甲你妈妈做伙，甲你送去病院的叔叔。<笑> 你叫啥？无啦，啊，你咧无闲啥哈？哦，无啦，无啥无闲啦，我着家己大主大意，这就轻松诶啦。而且哦，我嘛真介替这个题目义诊。啊，那无我去冲咖啡，互你啉好吧？好啊，好啊，你啊。咖啡冲出来，你着袂用阁无闲啊哦。行，好。 咖啡哦，来，多谢你。哇，<笑>你看我都叫你卖无闲啊！谢啦，啊，拄则刚才想起，这明年应该就会开会啊。好。<笑><笑> 甲你介绍，这是我上喜欢的所在，这的风景哦，真正特别水，水甲袂水的，互人的烦恼拢放袂记的感觉。而且热天阁有萤火虫哦，这就是我想要买来这个民宿，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烦恼拢放袂记。你有啥物烦恼？当然嘛袂记哩啊，来这烦恼都拢袂记哩啊。 你讲你扛过真多，爱无言归来。你等我一下。雅婷小姐，为着要感谢你带我来这，把我搞坏烦恼拢放袂记啊。 我送你一个精美小礼物。哦，你伫山顶买这，应该无俗哦。为着莫让我白开钱，你起码就当甲伊挂起来。